Hello， 大家好，我是八九。今天做这条影片的最新进度啊，湖南的洞庭湖已经填补了168公尺，剩下58公尺就可以全面防堵了。而中共官方啊，预计明天中午前可以把这项目标达成。你看，四天就可以补完226公尺的大破洞，平均一天可以补56公尺。你看中共，它不是没有能力耶，而是有人刻意要先让这样的伤害造成。对吧？造成之后，我有这个中央经费，我有地方的财政可以拨款，我还有民间的善款，我还有企业的捐款，我一定得要让这个困境造成，对吗？但是我这个伤害也不要太大，我要赶快把它修好。你看当时地层下陷的时候，你们用细沙还有卡车去当神风特工队，掘体了200多公尺，你们才改用大石头、消波块、推土机，我怎么看都是有人要搞这件事啊！是不是圣上派系的人想要加入圣上派系的人，故意让这个伤害造成的，然后达到这个政治斗争手段？我可能下一次就可以取代掉这次的地方官员，你就是要给现任的地方官员难看嘛，轻则记上一笔，重则影响升迁仕途。为了达到政治斗争，可以把老百姓当作你们的代价，天天政事不干，你这会看什么？什么资治通鉴嘛，是吧？看怎么整人嘛，怎么育民嘛。资治通鉴其实它最大就是教人家怎么看别人整人，然后你要从别人整人里面学取什么教训，宫斗嘛，心计嘛。你看人家欧洲从文艺复兴之后开始什么研究工业啊、化学啊、物理啊、现代医学，而你们在搞什么？我要研究深读育民武术、八股科举啊、《资治通鉴》。现如今其实还是这样子啊。毛泽东最爱的书叫《资治通鉴》，不是吗？从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到疫情期间啊，从来不科学治国，土法炼钢，只为了取得政治上的利益，可以牺牲掉一切的发展。我们放眼明清乃至唐宋历史，也是如此，不是吗？我讲一个近代晚清的历史好了。晚清大家都知道。面临这个国弱民疲、列强瓜分嘛，那此时的晚清啊，他有两个选择：一，我要国富民强，要怎么做？体制开始改，我要从我的人民教育开始拉高素质。但你一旦做全了，人民的权益越来越好的时候，就会跟你政府抗争，就会觉得，哎，我们真的要帝制吗？我们真的要独裁吗？我们真的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欧盟一样呢？但如果你不做什么修宪啊、制宪啊，或者是民众接触到越来越多西洋的东西，你又没有办法富强。那你这么做对我们清政府来说，对我们皇家政权是一个非常大的危害。但如果你不这么做了，不让民众开启智商，你不让民众多看看这个国际视野，我不放权，我也没办法国富民强。你看现在的中国啊，习近平上台之后是不是也这样？还倒行逆施欸，这些受灾的灾民啊，中共又开始摆拍啦，说大家都丰衣足食啊，我们有提供非常良好的环境啊，有床有被，还有冷气哦，三餐管饱。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吧。很感动你们。刚来的时候就开始问我们有没有吃饭呀、啊、什么的，晚上有蚊子来咬的时候都会给我们来提供蚊香啊什么的。老师都跟我们搞学校把我们安排下来，安排下来后就物资什么东西我们都准备好的。昨天已经发放了棉被、凉席、洗漱用品，包括蚊香，包括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衣物，都已经按时的发放到了他们的手中，后续还会有物资到达，我们志愿者都第一时间配送到各个楼层，保证每一个都领取到所有的物资。看着还不错，对吧？但是有受灾网民发了影片表示，为什么我跟我家人住的不是这样呢？怎么我住的不是像新闻联播或是抖音上看到的这个样子呢？结果他影片就被封号了。好在即使有人转传他的影片在推特，在外网上才得以留存。那这个其实虽近台湾人也可以看一下啊，这是你看不到的事实之一啊。我们来看这段影片吧。这个是人民的灾民啊，我们这里灾民的问题，这哈是老人家的，老人家挺多的。我那个是文艺型的小学的老师，欧老师。然后呢，就有小粉开始呛，跟新闻联播啊，跟抖音的主旋律不一样的影片哈、啊，他们呛在什么呢？其实你们可以不要抱怨嘛，对吧？如果你们要抱怨的话，你们就继续回去这个受灾的区域哈、啊。现在是受灾，没让你露宿街头，没让你饿肚子，你还想要怎么样？做人要知足啊！你看啊，怎么跟新闻联播发的不一样啊？官方说的非常好，跟记者报道的不一样哦。新闻报道上一个房间才几个人啊，哈哈，怎么跟报道的不一样？不是说三菜一汤，环境很好吗？新闻可不是这么说的。昨天两个老乡面对记者的采访，不是笑得很灿烂吗？视频不是说，哎，有鸡蛋有牛奶，灾民都感到很幸福很温暖吗？昨天官方发的吃的喝的，一个个嘻嘻笑笑，早就忘了家里的烟。新闻只说好的，谁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好 ，OK。到底哪里说谎？答案是两边都没有说谎。中共肯定会打造1-2个完美大外宣的救济点，让那些运气好的民众可以入住
那剩下的就随便搞，然后再派一些新闻记者跟自媒体去采访我们伟大的示范区，以此跟大家说，你看我们政府都是这样照顾人民的，然后把这个宣传当作是所有的救济点都是如此。那其实中国共产党一直都是这样，对海外的统战，对台湾的统战，不都是这样子吗？而在另外一个救济点啊，有很多灾民抱怨，当天放饭的时候，有非常多不是灾民的人也跑来蹭饭，还骑着三轮车，大把大把的把水跟物资还有食物都给搬回家了。而今天呢，救济点就贴出公告，你们想进来领物资或是吃饭 ，OK 啊，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之类的来证明你住在受灾区。结果被一堆真正的灾民呛，哎，我逃命都来不及了，我怎么把身份证带出来呢？身份证在家泡水呢？你看哦，花莲地震。日本地震真的不曾见过来抢食物，或者是说不是灾民跑过去一起抢食物，还大把大把的把物资拿走。说真的，花莲地震你们有看到吗？我自己是花莲人，我也没有看到。我们还可以看到外县市的人过来买物资，过来把自己的餐车免费的给消防队，给这个警察，给这个军人，甚至给灾民，还有灾民的家属来吃，对吧？那你说在中国这种抢食物是个案吗？还是说只有灾难来的时候才会如此呢？去年有一个中国网红为了抵制宝马，你们该不会都忘了吧？我可是记忆犹新了。所以他买了一堆中国国产的雪糕，开放每人限领两只，结果一堆人过去一把抓，还带着推车去，对吧？导致这个中国网红非常怀疑人生，还出来拿大声公呛，咱们中国人的素质就是这样吗？诶，他说的，别忘了，请先从遵守捷运的先下后上，不急着冲进去抢位置。如果这些都做到了，那我相信这种抢食物的啊、抢物资的人基数会越来越少。而要怎么做到这些，就是改善中共体制下的狼性跟内卷。那怎么改善这个狼性跟内卷呢？不可能，中共还在就不可能改变，因为他就是要人民斗，他就是要让人民知道，你若不抢，可能就没这个机会。这是中共的起家精神，这也是习近平多次在新年元旦讲话、中共国庆讲话提到的，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那更暖心的是什么呢？昨天中国储粮国有企业、在7月6号承认，他们把食用汽油跟汽柴油混合装车，那就是我可能这个礼拜是装汽柴油的，对吧？那下个礼拜啊，我用同样的车去装食用油，结果导致非常多小粉红大战。哎，你没听错，大战中国储粮国有企业勇于坦诚自己的错误，还自我爆料，非常负责。于是啊，一些脑袋正常的中国网友看不下去了，呛了。我们带大家来看，憋半天你就憋出这个玩意儿，一没有道歉，二没有召回，三没有赔偿，四没有处理负责人，五你还把下面的留言给精选评论了，扯半天瞎扯什么蛋呢？这就是国企的责任。八股文我真的是看吐了。你在细思极恐一下，这种状况持续多久了？你们吃几年这样的油了？有没有道歉？有没有追收？原来你们每个人都是一台车子啊，身上可能有好几个什么92汽油、95汽油，甚至还有柴油车啊。你是一辆柴油车，我是一辆95车哦。在中国当官当党员真的好爽哦，难怪你每个小粉都可以漠视这种灾难，因为你想着有一天你也可以当上这样的官，赚这样的钱。别说啊，这家公司的高层都是入党的，还有党委书记，而且还是国有企业，都不用负责啦。难怪国民党宁愿回去当中共所谓的第九个民主永久执政党，也不愿意在台湾当一个随时可以被罢免下台，还有公平竞争机会总统大位的政党。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啊，让东北的沈阳红了一把，导致许多网友自嘲。现在进出沈阳，尤其是铁西区啊，要穿戴古代的胄甲，欧洲骑士的盔甲，不然随时遇到兰陵王典韦、张献忠等人，那该怎么办？ OK， 台湾人肯定听不懂，先解释给台湾人听了。近期中国发生非常多恶性事件，尤其是沈阳的铁西区，这是一个光一个区域哦，甚至乃至整个沈阳哦。好，那我们就光看沈阳市，沈阳市从三月份到现在公开的哈，有被官方承认的发生几起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起。当然还有网友另外统整了全中国的恶性事件，从今年五月七号开始统计的哈。那他也提到了，他只统计他有看到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没看到的，欢迎其他网友来补充。我们就看就几起了，有些是同一天有发生两起三起的哈。我们来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五十五一五二五十三起啊，从今年五月份而已耶。
到现在七月，最夸张，其中里面最夸张的就是随便 S 村干部或是村支书记，就党员跟民代官员嘛。你知道在当地 S 村干部跟 S 村支书记的，还可以被当地人称之为英雄，因为他们都是被这些村干部、村支书记啊冤枉入狱的，不然就是被陷害的，不然就是抢走宅基地的。然后呢，反而是他要入狱，那他出狱之后呢，报复，因为他出狱之后可能家破人亡，一无所有，所以为什么可以博得其他网友的同情？那为什么中国短短这几个月，其实我去年就开始讲过，这恶性事件会越来越多？因为中国的经济自己是什么情况，你们不知道吗？中国外交部啊，他也说啊，发生在上个月，乱 S 四个美国人的，刚好也发生在东北而已，只是位置在吉林嘛。那中国外交部说那是个别事件，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网友是怎么自嘲的哈。兄弟们，我原来就在沈阳铁西送外卖呀，现在也太吓人了。你说你拐弯过去，草丛里蹲着的是神装兰陵王还是典韦呀？啊，还有兄弟问我说，于哥，我在铁西送外卖，我不得拿个家伙事吗？我说冷兵器呀，肯定是不行了啊，你整把俄朗宁吧。铁西又出事儿了，就昨晚劳动公园大小子都知道吧，又嘎一个，整的我现在一问出来喝酒不？我那帮哥们讲话呢，不去，怕把丧葬费都搭进去。还有前两天进攻南京那个，嘎三个伤一个，他知道的是精神病，不知道的以为典韦开大了呢。再前两天。兴顺街那个见人就嘎脖，见人就嘎脖，哎，那纯是兰陵王疯了，整的我那帮哥们讲话了，现在进铁西就跟进野区了似的，不穿这身装备心里都没底。你说人不都疯了吗？这不正经的啊、哦，个人三点建议：沈阳铁西区近日出行推荐。金国的盔甲跟蒙古的盔甲都出现了，哇，果然不忘自己东北以前是金国啊，是契丹的地方哈、啊。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喜欢记得订阅，我不宣介，一定要把我封锁，我是八宝，下次见了，拜。